则是软皮的可丽饼，日式的。还是要卷起来卖相比较好。意思？什么叫做卷起来？它是卷圆筒形的筒这样子。哇！我也好特别哦。要吃的话不方便看。对，圆筒形的比较好看，但是这样子，这样子是这样子比较好吃。扁扁的，按每一口就有汤。你要把它打开。我都在想说，是不是要用调羹还是用筷子？来，我第一次吃的可以。来，这里试试。哎呦，我现在没手拿。来，哦，我再做一个，这个先吃啊。水蜜桃。好，谢谢。哎，要水蜜桃。都可以。哇，新鲜的奶油！这个奶油就是盐味都没有加，没有加任何调味料。好香啊，自己好。哇哦！刚才怎样？因为吃起来很爽口，为什么？对，这样一个可丽饼就做好了，来试试看，来好，就试试。